姜文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剪纸技艺的传承人。他出生在一个剪纸世家，他的妈妈就是老一辈的苗族剪纸技艺传承人。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下，如今姜文英继承了妈妈的衣钵，将苗族剪纸艺术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来经营。每隔一段时间，姜文英就会走访苗族的各个村寨，以对自己的剪纸作品进行信息反馈和意见搜集的工作。这一回他来到了建河县格东镇的仰门村。也许人们会好奇，身为苗族剪纸技艺传承人的姜文英，为什么在做田野调查时拜访的却多是一些绣娘呢？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剪纸艺术是以独立作品的形式出现的。好比中国北部所盛行的窗花，其剪纸本身就是作品的最终体现形式。可与之不同的是，苗族剪纸是苗家人做刺绣时的图文底样，是为了制作苗族绣衣而出现的一种民间手工技艺。它更多体现的是其实用价值。所以苗族剪纸最终不是以纸张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苗绣作品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虽然姜文英的剪纸作品曾获得过许多大奖，但他始终认为能得到苗族妇女们的喜爱与认可才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对于靠卖剪纸为生的人来说，一般是不宜把自己的绝活传授出去的。但由于苗族的剪纸技艺多由女性传承，而姜文英膝下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他很希望有人能够接过他的这门手艺。每次拜访村寨，姜文英都会找机会传授一些简单的剪纸技艺给孩子们。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居住的建河县城里教了好些徒弟。除了经常走访格东镇之外，姜文英也不忘去一些别的苗族支系，了解和学习一下他们的剪纸技艺。我们虽然都是这个建河县的苗族剪纸，但是由于村寨与村寨之间的不同，剪纸的风格也不一样。秦松镇的青衣苗的剪纸呢，主要是以花鸟蝴蝶图样为主，主要是用在这个围腰。那么建河县格东镇的剪纸呢，主要是以动物啊为主要题材，是用在袖口上面。这边的剪纸呢，主要是它一般不用起稿，直接就在纸上剪，所以它的图样呢就比较随意啊，也比较简单，没有像格东镇的那么复杂。时至今日，苗族仍留有明显的部落痕迹，苗家人依然在用服饰上的图文来划分支系。衣饰上图文的样式、大小和位置，都是苗家人身份辨识的重要标志。如果你意识到这些民间剪纸艺术家们手中所掌控的是一个氏族的图腾，也许你就会明白这些看似柔弱的纸张所承载的内容到底有多厚重了。回到建河县城的家中，姜文英多数时间都在进行剪纸创作。在做苗族剪纸时，姜文英喜欢用铅笔在彩色蜡光纸的背面作图。这次他打算画一只苗族的神鸟锦鸡。
也许是多年创作的缘故，姜文英作画时落笔一气呵成，很少修改，仿佛图案是在已经完成的底稿上描绘出来的一样。我现在要换着细笔来画这个虚部啊，画这个小线条。那么这个虚部有什么作用呢？这小线条就给苗族妇女刺绣的时候一个提示，她知道从什么地方取针，从什么地方落针。这些线条的绘制是在提示绣娘们要按着虚线的方向进行刺绣。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苗族的剪纸艺人更像是苗族服饰的设计师和工艺师。好，我这个虚部画完了，这整幅画就算完成了，下一步就该剪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考究的工具是成就精美苗族剪纸的关键要素之一。我们做剪纸用的剪刀呢，就是跟普通剪刀不一样，它的剪刀买来之后要经过拿到磨刀石上磨，磨得两边比较平比较薄，而且它这个尖上呢下面长下面短，那么在剪纸的时候才不会把那个上边的那层纸弄坏。我这块磨刀石对于我来说是很珍贵的，我母亲用了几十年，现在到了我用。因为我们这个剪刀要求跟普通的不一样，所以没有这个磨刀石我就磨不出这样的剪刀。这块磨刀石一直伴随着跟着我走，我对它非常有感情。为了增加效率，姜文英会把画的每张图样都一次性批量的剪出4到6张剪纸。由于层数较多，纸会比较厚，所以剪这种纸还是很讲究功力的，手劲儿少一点都不行。姜文英说，他因常年握剪刀太使劲儿了，现在常常觉得右手食指都很难伸直。我们刚才磨的剪刀现在在用在细的这个部位上就能够体现出来了，一边长一边短，这样长的部分呢刚好把这个钻进去，短的部分呢刚好把纸卡住，这两边就一样齐。我这画面上的这几个连接部分并不是画面的内容，但是也不能把它剪掉，剪掉的话这个鱼就会掉下来，这两只脚就连接不起来。那么这个连接的部分呢是不需要绣的，苗族妇女在绣完这个画面以后，这个连接的部分要把它拿掉。这幅剪纸现在就算完成了，然后我们把它整齐的贴在这个布上，苗族妇女就照着这个纹路绣，绣出来的效果呢就像我墙上这幅作品。那么绣完以后我们就把它缝在衣服上面，就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经过多年的积累，姜文英的剪纸技艺得到了多数族人的认可。近年来他更大胆尝试，雇来一批技艺精湛的绣娘，以他创造的剪纸样式来制作苗族绣片和成衣，然后再将这些半成品和成品卖给那些因外出务工而无暇自己制作盛装的苗族妇女们。这既拓宽了姜文英的经营范围，也为许多赋闲在家的老绣娘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像这样的一块绣片，少则几百元，多则4-5千。2011年，姜文英的销售额就超过了15万元人民币。在贵州，除了有像姜文英这样的传统苗族剪纸技艺传承人之外，还有着许多致力于观赏性剪纸创作的艺术家。剪纸它本身是一种民间艺术，它起源于民间。民间的东西呢，在一开始它表现的一种民俗的东西，跟它当地的文化是有密切联系的。
苗族民间意识里面呢，他们觉得龙是可以生万物的，什么东西呢都可以跟龙来结合的去表现啊，这是蛙龙、蝴蝶龙，这里还有鸟龙、花尾龙，这都是民间的这个苗族人对美的一种审美的一种习惯。不论是古老的苗族剪纸技艺，还是融入现代手法的民间剪纸创新，都在诉说着贵州这片土地的点滴故事。